球和预防，海浪挥挥指尖，花时间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恒久的运动充满自由意义，一上一落之间，速度力度配合，真心的锻炼，高高低低心有点永恒的定力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散发生命火花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久久的火是能量，血水百炼金刚，要紧握琢磨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自强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，背水一战。消防队背水一战。回江海市的车票买了吗？银沙湾我还没有待够，怎么能现在就回去呢？下面电击队出场的是 Lisa。周方兰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先上吧，再等等，我们要争取时间。要不让蔡中先上吧。可是蔡中不是我们炫火队的正式队员呢。是啊，这候补队员能行吗？现在不候补，什么时候候补啊？徒弟上。队长，连蔡冲都上了，明显他们是在拖延我们的时间。让他上，上了也是白给，正好让大家看看炫火队有多烂。
电击队 Lisa 再次获胜。别着急，奶奶一会儿就会好的。奶奶会没事的。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队长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队长，你快走吧，这有我就够了。还有我在这儿，许博他马上就来。可是这……队长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丽丽，那这就交给你了。快走吧。告诉队长，不用急着来了。有我姜之雅在，比赛基本上结束了。这家伙太狂了，让我教训他，小心他死 A。 好。喂，欧阳兰，你在哪儿？我已经出来了，现在比赛怎么样了？现在是姜之雅，还有三个人，你要快啊！好，知道了，马上到。防范，可是他那招院长上钩一出手，我眼睛就花了。行了，一边待着。
叫欧阳兰坐飞机来吧，他都已经赶不上了。下面由炫火队郑海挑战电击队罗刚。这下好了，镇海出局，欧阳兰弃权，这下我们赢定了。那可不一定吧？哎，他们还有李飞、秋月呢。哼，这还不够我们队长塞牙缝呢。下面由炫火队的秋月挑战电击队的罗刚。
李飞，等等！队长，队长啊！还是我来吧。炫火队所有的希望都明白。李飞，我不想给你压力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。下着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。
蓝天之下的约定，天大地大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，漫长路上感到孤独迷惑，请你相信我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，白的云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出现，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，白的云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。